这里是老公三小哥，吃完乐乐茶，然后想吃点咸口的，一个回马枪，本来要走了，六进二一别吃肉，二俩要吃上猪扒饭了，就在这儿，青扒猪扒饭，对，进去看看吧。我这个是黑椒皮蛋。是我俩特别喜欢的一家青扒猪扒饭，嫩，巨嫩。我是话外音。嗯，超级嫩，然后那个黑胡椒味道很浓郁，特别好吃，也不咸。嗯，感觉好下饭呀，我觉得那个黑胡椒汁特别纯那个味儿。我觉得比干稍微的有点儿，但我觉得那个黑胡椒味儿很好吃，下饭。还有一碗西兰花哦，西兰花配上黑胡椒汁儿，这个鸡肉真的好嫩啊，有点像铁板鸡肉的感觉。黑胡椒汁儿是好，对对。这里边猪肉也特别嫩，绝！强烈推荐大家来北京合成汇，味道特别好，一套两色，而且我觉得性价比也挺高的，其实这一份50多块钱。不到60吧，但不过差不多一人睡一份也饱。猪扒特别厚实，肉也很嫩，每一口都很入味，而外皮酥脆，面衣很薄，完全不会腻。黑椒酱搭配西兰花，太绝美了。西兰花鸡的黑胡椒酱，好吃，还没热量。白咖喱酱绝了，微甜中带一点淡淡的蒜香味，特别厚实这个味道。随意感受一下这鸡腿肉的光泽。烤过的胸柿会爆汁，酸酸的。那一块这个，我可太爱网红了。你让我吃吧，我不介意。主要就是烤鱼有点焦，还挺好吃的。米饭还挺好吃，它是什么东北大米？它米饭挺香的。大家闻到香味了吗？我们老狼吃的多香啊！他说他虽然裹了咖喱，还是特别酥。这热量炸了！对，灵魂啊，这尖酱灵魂。
와분기가거리고하피는오지만누구나한번쥐만몰물겸집안큰눈기여기만다고싶어떨어지집이도이거여태고랜드 자신의여지에나세상에